很帅气。当然问一下这个生机哦，真的是退伍之后呢，各方面的这个工作邀约，真的是感觉他今年非常非常的忙碌哦。那当然呢，主持、戏剧、电影他都 OK。他自己有没有觉得说哪一个领域的他一站出去就说哇，自带发光体，就啊好亮啊，觉得自己特别的有魅力。저는세 가지 다 매력이 있어서 하나를 고르기가 어려운데요. 我呢，这三个呢，我觉得都非常有魅力，所以让我选一个，太快。我觉得你蛮具有唱跳的潜力。아댄스요예난35살에댄스가수라고도전해보려고요아跳舞的方面的话呢，我想说在35岁的时候，想说挑战一下唱跳歌手。哦。你们진짜로만드셔야돼요뭔가좀뭔가我是开玩笑哦，你们不要把它当真哦。哎，我们真的会当真哎，会买吗？아니아니아더이상의흑역사를남기고싶지않습니다我不想再留下任何的黑历史。但是真的很谢谢这个生机哦，这个在做任何的事情都非常非常的认真，让我们看到他这个最真诚的一面，真的无限的喜欢。대만팬분들과이렇게같이가까이서보니까역시이렇게직접보는게가장좋은것같아요네저도즐거웠습니다今天呢就是跟台湾的粉丝们这样直接面对面的见面，我觉得果然还是要亲自来了之后跟大家见面才是最棒的事情。我今天也是过得非常的愉快。所以刚刚就看到呢，很多来自好朋友们的祝福，包括那个一直在争取 center 位置的。市长先生，你跟他平常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呀、啊？因为他好像感觉真的是还蛮搞笑的哦。아양세형씨는제가너무너무좋아하는개그맨이고그렇게깐족거릴수있는거저에게지적하고서로가놀릴수있는관계가예능에서는참긍정적인관계인데아주저랑호흡이되게잘맞는멤버입니다其实呢，杨世总呢，我真的是跟他是一个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个搞笑艺人嘛。那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他。那可是呢，我在想在，韩国要找到一个像他这样这么的，就是爱说嘴，然后就是又调皮这样子的人，其实很不容易。而且他对我真的是直接的做指责嘛，就是常常就指责他，其实也不容易。然后也常常就是要捉弄他，而且他们더놀리라고혼내요왜그거밖에못놀리냐고而且他们两个在，我们也大家看到他们在那个。节目当中互相就是会捉弄，然后互相就是取笑对方什么的。那他虽然这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关系，那不过呢，我跟他真的是交情很好。那不过呢，我觉得杨世总的这个捉弄我的程度还不够，小儿科是不是？只要再厉害一点。哎呦哎呦哎呦！哦，그럼요예능은정말보는사람이즐겁게해야되고그거는진짜저는이제예능은이승기를위해서하는게아니고보는사람의즐거움을위해서하기때문에그거는서로가재밌게막해야지된다고생각해요그리고저희가멤버가4명밖에없어서엄청재밌게하지않으면시청자들이이제보질않기때문에因为我认为啊，做综艺节目呢，其实综艺节目其实不是要让大家看到李胜基而已，而是我们要做出让人家看了之后觉得很好笑、很欢乐的样子，那样子的一个样子来给大家看，所以。我们在节目上就是，而且那是我自己一个人做不出来的。我们是，我，比如说杨志总的，我们两个人要一起有那种。